也是小胖手。今天不做豹子，今天排点啥呢？就是啊，做点啥呢？修豹子。这谁的豹子呀？网友的嘛，给木友修豹子，豹子造成这样了，这都坑坑洼洼了啊！这是一个木友，这有百多年了吧？这是他爷爷的，传下来的，传下来的，修到好使，不能破坏这个原来的这个包浆，必须保持这个老这个原汁原味，完还能用，用起来很好使。够了，修豹子。三团四不圆的，这可不能归方，这木头归方了，这完了，这包浆啥都没了，你要把顶上修平了，现在修挺好看啊，那就没有它原来的味道了。对呀、啊、这不能修啊，这不能碰，包底无所谓，看不着啊，但是你包底得平啊，你不包底不平那不行啊，不好用啊，不能用啊。为什么平包底啊？镶爆口啊，这爆口太宽了，这块呗，沉水清钢，沉水清钢，给你镶个顺丝顺纹，知道不？记着了，46。大斌，你是刻意说46的吗？46嘛。你一说40很俏皮。40是40。我水杯盖子。真是的。百年老料吧，挺硬啊。时间见证奇迹吧。不减当年勇啊。木还是老的硬，是不？香还是老的辣。那个年代的木头都好，是不是？嗯。这圆没有原材也不行啊。很是麻烦的，上一个卡子。China， 我们都有一个家。干出去吧。我妈想你了。我得先打点蜡。不平，抱底不平，不行，知道不？哎，嗯，真可爱，真可爱。看这包口，现在这个两个方案，什么了？这是原汁原味的，这个后边歇个木楔子。为什么放后面啊？你是这样的，原汁原味的，一会儿修个包叶，修个包盖子，这就可以说刷刷可以干活了。这是一种啊，我又给它设计了一种，看到没？我又给它找了一个古老的包盖，就是说，不是搁后边加楔子的，直接用这个铁包盖盖上就能用。哪个方案比较不错？两种用法能同时并存吗？可以，你可以两种方法，两个种方法用，但是这个豹子角度就不一样了，就有变化，角度大一点，小一点。豹子不平，看着豹口像，看着豹口，你看着豹口，看着盖铁的，100多年的老盖铁了，这是铁匠炉。海水的天上打的这手工锻造的，你看大锤的印儿在顶上呢，这个挺硬啊，不是很好磨呢。
我有四样电动工具，现在挺狠了。古老的一台天理和锯，哪个锯吗？第二，三轮。第三，手电钻。第四，电焊机。这是多少木啊？80木，这爆刃修很难修了，它比那个新爆刃看印儿还费劲。咬牙切齿，不咬牙不行啊。死钢印儿，看这爆印儿。你看这爆印儿，开始试爆了。这爆这样爆，咱还是头一回是一给。刚好遇见你。而且，谁想我？准备试爆。换这个，两套印儿。包了，这老豹子就算修完了。经历了百年的时间，它又可以动起来了。这个都坑坑洼洼成这样了，可咋整啊？这个得找个平，不红心钢也得粘回爆底，把这爆口抠开，这都得修啊。看这里边。整这个三团四不圆的都不是平面，是圆面圆骨面，你都得都得修。这爆糖啊，修完才能好用。这料是不错的，这豹子为什么能造成这么大伤害呢？拿豹子平豹底子，平豹底儿是吧，豹子不好用，给掀起来的。关于平豹底的技巧有一期视频出过，大家自行查找。把这个弄上，什么胶？大棒胶，一股那个沙拉酱味儿呢。这沙拉酱做的呀。这豹子造型，你发现不？这卡不住。嗯。你这仿豹子是啥事儿没有啊？那咋办啊？夹不住！哎呦我天，这是弄了多少个卡？头上别了20斤卡子。三度角一定要画小一点，螺丝盖铁，就这个叫螺丝盖铁加木芯。明白了，螺丝盖铁加木芯吗？为啥一个爆刃就搞定了，要弄俩呀？不知道啊，千金太宽不见得是好事，知道吗？你看这爆口，它出不来，出来就完了。这画线吧，别拿铅笔画，知道吧？拿划针或者拿扁担尖画。因为你在做的时候，落在凿的时候，看到没？卡在那儿了。哎，就卡这里边了。这样多准呢。就啊，你要画个线笔线的来回挪呀，费劲，怕歪了，知道吧？这爆蝎子后边还得抠窟窿呢，啊，这不抠不行，害事啊！这个大螺丝，
发明。这个我爸比累的，我要找他去。哎呀，爸比真可爱啊！这爆口，看这爆口，这一下就完事儿了，这就是爆的了，真的是争分夺秒呢。金刚料，松木板，松木板，松木板，杠精最喜欢说松木板了，别总刮松木板啊！我都学会了。这个冰结的爆料漂亮吗？金刚的，老硬了，扔水里，裤筒盖的秒沉啊！这个要做豹子啊。啊，拿这个刮刮，这撕爆了，这行吗？哎呀，震脆上，到这里边别刮了，我刮没了，修完了呗。哎，爆了，肯定是没问题，挖挖好使，一百来年了，你看这爆盖子没？这是锻打的，还挺硬的。不好磨，这爆芯没敢动，爆个芯是原来的，和这个料是一个料的。这爆现在狠了，红星钢的爆口老讲究了。这爆修完了，毛病很多，换了个红星钢的爆底儿，你那个爆底儿已经不能用了，已经完了，软硬通吃都有毛病。修完了，爆膛也修完了，原来它退印，千斤这条线是弧线，现在问题不大了。我给它做了一个，换了一个爆芯，那爆芯也不行了。这个爆子就漂漂了，可以干细活。这两把爆子修完了，最快时间给木友邮回去。欧了，完成任务了，下期做啥不一定，一键三连欧。